即係你係咁啱喺度出世，同埋你咁啱喺度長大。因為有呢種緣分，所以你咪希望對呢個地方好啲，同埋你就同佢建立更多更多嘅關係咯。其實我本人是很好叛逆的，但是在很平凡的家裡面是沒有地方、沒有出口的。後來就參加了這些運動，看到眾多的社會不公，所以你的那個所謂的叛逆的那些情緒就有一個出口點。即你說完全不怕，肯定是假的，但是是不是怕到不會做呢？我覺得不是這樣，因為我覺得很多我的朋友是做一些比我危險得多的事，以及處於比我危險得多的境地，有什麼原因去拋下他們自己走路呢？有段時間覺得就是行動改變世界，經常都會個心情會很急，很多時候是通過一種很短促的上升的經驗去想自己生命很多東西。